大家回鄉下去大阪旅行的時候，奈良慰鹿必然是計劃行程的其中一站。近日有位台灣網紅 Fiki 慰鹿的時候就發生意外，令到網民大飽眼福。奈良有這麼多鹿，被包亦都是等閒之事。其中一隻鹿仔就認真識貨，咬住佢條裙唔放，雪白的長腿等網友一覽無遺。不過亦都有網友分析，鹿仔迷戀紗裙同埋冷衫 ，Fiki 著咗雪紡裙，所以成為鹿群的襲擊對象。當然 Fiki 本身亦都係大方之人，在任何時候都會擺出性感的姿勢，在社交平台同網民分享。